主料：卤猪头肉200克，胡萝卜150克，青椒100克。辅料：豆豉10克，葱10克，姜5克，美极鲜10毫升，花生油20毫升，清水20毫升，盐2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青椒去籽洗净切段，胡萝卜去皮洗净切菱形片，木耳泡发洗净撕成块，猪头肉切片，黑豆豉剁碎，热锅下油，先放入豆豉煸香，再放入猪头肉炒至出油，再放入胡萝卜、木耳发炒一分钟，放入青椒、美极鲜、葱姜、盐，水翻炒30秒关火，盛盘。烹饪技巧：卤好的猪头肉本身有咸味，所以在炒制的时候要少放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